帅哥通过我好友了，快来！看什么看？丢死人了！真晦气！你这是怎么了？别提了，遇到了变态男。哎呀，别管了，快过来给我看看给帅哥发什么。哦，先洗手的人就是输，按兵不动是高手。再等等，让他的兴奋再飞一会儿。完了完了，他咋不回呢？好一招欲擒故纵，看来对方也有军师。我想你了。撤回了，高端局啊！你吃饭了？现在确实有点饿。我刚吃完。想见你啊！他要见我！高兴什么？我们已经被动了。那咱们现在怎么办？怕什么？见面我们就能主动出击。嗨，一会儿我说什么你就说什么。你今天真好看。谢谢。你怎么来这么早啊？因为我想你了。油嘴滑舌，咱们去哪？喜欢看电影吗？喜欢，但是最近的电影我都看过了。这完全不给机会啊！这是完全不给机会啊！这句不用学，这句不用学。你有病啊！你有病啊！啊？不是，你怎么这么笨啊？军师直接出马了。请问你是？我实话跟你说了吧，其实他真的很喜欢你。其实我也实话跟你说了吧。喂喂，最近的电影我都没看过。那咱们去看电影吧。走，佩服佩服，是你变态男，是你啊傻大姐，你不用得意，使出这么多计谋又怎么样？周围的电影院可都剩下动画片了。情侣去电影院，谁真的是去看电影呢？哎，不看电影就是浪费，我闺蜜最讨厌浪费的人了。什么话呀？谁愿意看动画片啊？我就什么都看。来，我现在就订票，你要是不看就是浪费，你敢吗？看就看，谁怕谁啊？走走。初步计划圆满成功，那我们看看下一步。您好，您的彩票中了500万，请注意查收。哇，真的到账了！我也没想到我妈会去找你啊。那你说，你开的车是 B 字开头，三个字，什么车？比亚迪，布加迪。你说你回国没地方住，住我家也是骗人的。这我可没有。我说我住东城别墅区，但我一回去我妈就催我结婚，我不想啊。算我没原谅你之前，别让我看见你举着吧你。哦，看人没一个好东西，女人没一个好东西。他怎么在这儿？真是冤家路窄。这又是拐杖哟，前女友真晦气，怎么还自己买花？是你啊，我最近学会了狗叫，你想不想听？行啊，那你叫一个给我们听听。哟，前女友怎么还自己买花？你不结婚该不是对我念念不忘心里难受吧？别自以为是了，我早就有老公了。那刚好，明天同学聚会，把你老公带来给我们瞧瞧。哼，只能找他了。陪我参加同学聚会，之前事情一笔勾销。还要看美女，开什么价？你，我还没原谅他，他倒先跟我要钱。500万。成交，这个就当盖章喽。还真是死心不改。都说了5点，这都快过半小时了，怎么才来？我要扣你钱。不是你说没原谅我之前不想见到我的吗？还跟我装是吧？我就不信这个你还能赖得掉。有个傻子给了我500万，你现在有的是钱。拆姻缘，我可是专业。你好，我是你这次相亲对象英子。那我先介绍一下，我们家要求不高的，你应该有5万辆重型坦克、8万辆装甲车、6666枚核弹头、200万支步枪和冲锋枪，以及300艘巡洋舰和30艘潜艇吧。怕了吧？你是得罪联合国？好家伙，看来火候不够猛啊！除了这些，还有什么？还有，懂了。
嗨，帅哥，你身材真不错，加个联系方式呗。我这辈子啊，可不能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。不过你放心，人文后我肯定宠你比较多。你，喂，英子小姐，我临时有事，再见。慢走不送哦。Yes， 倒地。佳丽，你昨天做了什么？怎么夏天说了非我不娶？怎么可能？新总裁马上就来，还打什么电话？快站过去！哦，不好意思，是他。哎，小江总，你也来了。小江总，佳丽，我记住你了。完蛋了。这回搞砸了。这个社区方案走地推去采样，3天后汇报。3天，主管，地推去问肯定需要时间的。就3天，你要做不到就给我趁早走人，都去工作吧。既然你得罪了新总裁，就别怪我把你派的邀功。不好意思，可不可以打扰一下？没时间。以上就是我的方案。方案是不错，不过你被辞退了。为什么？3天你就能拿到这些数据，不是作弊是什么？你也知道时间短，那这任务可就是你故意为难了。你，但这些数据绝对真实，每一个都是我辛辛苦苦跑出来。那你也得滚，谁让你得罪了新总裁，别想连累我们整个部门。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一个企业最重要的是看老板脸色了？看来你得挪挪位了。我，不过我确实还有件事情没跟你算账，跟我来。哦，小江总，相亲的事真的对不起。联谊我已经取消了，你不是喜欢钱吗？我不去。我，不是，你为什么不生气啊？让一下，让一下。谢谢你啊，小姐姐救了我的命，这个给你当谢礼了。不用不用，我还要替我闺蜜相亲，先走了。相亲？所以你知道我在演戏啊？你要是真喜欢帅哥，要不要考虑一下我？什么？你跟我相亲？你别闹啊，大姐。哎呀，哥，你会感激我的。哦。不愧是我亲妹啊。那岂不是我闺蜜都要叫我嫂子了？成交。我男朋友爱吃饼干，但我受不了饼干上没洞，所以每次我都会扎完洞后再给他吃。哎，宝宝，你这么会扎洞，咱们可以开一家口供饼干店啊。好主意耶。你的饼干可真好吃。哎，谢谢啊，慢走。宝贝，你嘴巴累不累啊？我给你揉一揉。不累，你快尝尝我的新品。嗯。哦，好吃哎！宝宝用嘴扎的饼干最好了，我要吃一辈子。可没想到，这一切都变了。什么？你要跟我分手？这口供饼干店的想法是我的，现在火了，我不想跟你分钱了，你赶紧收拾收拾东西走吧。可是你不是说要吃我一辈子扎的饼干吗？除了你，别人也能给我扎。好，我走。就是他，快走，黑心商贩在小区里卖这供饼干。跟我走一趟吧。你长期吃别人口水，导致幽门螺旋杆菌超标，已经晚期了。喂，我要举报。宝宝，就让我最后再保护你一次吧。什么是长期给饼干扎洞造成的脑残癌？我忘了拿我的化验单了。